微信好，我是金公公。这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五楼的电梯楼的房子的，再一个看一下，这个一个床，这里有个，一个，然后这个书桌，衣柜，然后这个洗衣机，然后这里一个。电器炉灶，这个一个水池，水压看一下，水压，然后这里有一个，洗脸台，马桶，哦，天幕是这样的，比较干净，衣柜还有书桌，阳光是超级好的，你们也看，阳光超级好，景观棒，景观棒，可以，空调都看一下。然后，当然有密码锁，冰箱、微波炉没有的，不能配的。也鞋柜，密码锁当然有密码锁，超级好的房子吧，靠的电梯楼，金公公。